生狗包又在那里废物，选择性的失聪这个狗狗，真的是把我当成陌生人，悄悄去看一下它在哪里。露个大脑袋在那，你还选择性的迟疑了一下。我说你这耳朵什么做的呀？时而听见，时而听不见，气味也闻不到，尴尬了吧？真的好尴尬，你不进人家家？不进人家家哦，乖。阿爸还挺懂的，嗯，表扬你哦，保卫你家。闻人家那姜干嘛？姜你也想吃啊？哈？阿爸见我在这里，他才进来，不然他不会进来。我说你这狗狗也真是好笑，来我家的话你就来吃，来去自如的。人家家不敢进是不是？来奖励你个大鸡腿，保卫好你家，是个不错的狗狗耶。Yeah, 又表演那个鸡腿消失术啊啊！嗯，来你看，在我家吃东西就香是吧，在我家门口这里。包下次记得哦，认识我，换双鞋就不认识了哈，换双鞋走路就不一样吗？你真的是，哎，吃完啦，好开心对吧？